第三课，经理对我印象不错。课文一，小夏和小雨聊小雨面试的情况。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，就是我有点紧张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你说的对。3月15号上午8点，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，你去吗？我还没决定呢。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课文二，马经理和小林聊招聘的事情。小林，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？本来是小李负责的，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。哦，这次应聘的人多吗？经理，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，经过笔试和面试，有2个不错，这是他们的材料，您看看。这2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。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。好的，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。课文三，小林和王静聊王静的工作情况。王静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。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？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，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，另外收入也不错。星期天咱们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能来，虽然这次来北京时间安排得很紧张，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。课文四，面试的时候经理对我印象不错，还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。真没想到找工作这么顺利。你想知道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首先要穿正式的衣服，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。其次，应聘时不要紧张，回答问题时说的不要太快，声音也不要太小，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回答问题要诚实。课文五，第一印象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。虽然第一印象不总是对的，但如果想改变却很困难。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他们以后对你的感觉和判断。所以给第一次见面的同事留下好的印象，以后的工作可能会更顺利。给第一次见面的顾客留下好的印象，你可能会卖出更多的东西。但是如果第一次见面给别人留下像不准时这样的坏印象，那么以后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。所以不管是上课上班还是与别人约会，准时都非常重要。课文一，小夏和小雨聊小雨面试的情况。你上午的面试怎么样？还可以。他们问的问题都挺容易的，
就是我有点紧张。面试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你说的对。3月15号上午8点在学校体育馆还有一个招聘会。你去吗？我还没决定呢。听说这次招聘会提供的工作机会很多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课文二，马经理和小林聊招聘的事情。小林，这次招聘不是小李负责吗？本来是小李负责的，但是他突然生病住院了，所以就交给我来做了。哦，这次应聘的人多吗？经理，这次来应聘的一共有15人，经过笔试和面试，有2个不错，这是他们的材料，您看看。这两个人的能力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。你通知他们下周一上午9点来我办公室吧。好的，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。课文三，小林和王静聊王静的工作情况。王静，好久不见了，大学毕业后就没联系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？我一毕业就去上海当律师了。你对现在的工作一定非常满意吧？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，因为我学的就是法律专业，而且同事们都很喜欢我。另外，收入也不错。星期天，咱们同学聚会，你能来参加吗？能来。虽然这次来北京，时间安排得很紧张，但我一定借这次机会去跟大家见见面。课文四，面试的时候，经理对我印象不错，还通知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。真没想到，找工作这么顺利。你想知道面试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首先，要穿正式的衣服，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，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。其次，应聘时不要紧张，回答问题时说的不要太快，声音也不要太小，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好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回答问题要诚实。课文五，第一印象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给别人留下的印象。虽然第一印象不总是对的，但如果想改变却很困难。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他们以后对你的感觉和判断。所以，给第一次见面的同事留下好的印象，以后的工作可能会更顺利。给第一次见面的顾客留下好的印象，你可能会卖出更多的东西。但是，如果第一次见面给别人留下像不准时这样的坏印象，那么以后就很难让别人相信你。所以，不管是上课、上班，还是与别人约会，准时都非常重要。